这次曲风 Back to You 呢，我觉得是一种抒情的歌曲，然后也是讲述一段就是我们的故事吧，对。然后呢，希望这种慢歌和这种旋律你们能够喜欢。有很多一部分的词是我自己写的，然后作曲也参与了一部分，但是就是，还没有那种太没有那种就足够能力去整个把整首歌都是靠自己弄下来，所以还需要一点别人的帮助，希望你们能好好期待。陌生词汇，诠释着残忍，无字相守，炎亚的赞美。剧情终于来到你离开的时候，仍旧用你眼泪佯装感同身受。我还站在原地执着等候，可烈的情节选择接受呀。是不是先开口，讲话会